我今天参加一个活动，是担任模特大赛的评判，除了有儿童时装秀大赛，还有小朋友们的才艺表演。大家好啊，今日咧嚟到香港嘅西港城啊，第九届嘅儿童时装周咧模特儿大赛喎、哦。咁各位小朋友嘅模特儿咧都准备就绪啦，而家咧就彩排紧嘅。咁今日我咧就有幸啦，做今次model 比赛嘅评判啦。咁我而家咧带大家睇下咧今日嘅状况啦，耶、yeah!！今年的儿童模特大赛主题是龙的传人，比赛准备开始了。让我简单介绍评审团阵容吧。本次大赛的评审团阵容鼎盛，总共有四位评审，不仅有来自香港的模特经纪人，还有来自越南的走秀导演和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名模，一起欣赏比赛当天的花絮吧。上台颁奖一刻，我比他们还兴奋，看着他们在台上闪闪发光，很期待这一群可爱活泼的宝宝们成为明日之星。